可以摘。要冇新家定外國啊？你屋企啊？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，还没腾出双手拥抱自己，时光记忆走得这么匆忙。这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，这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，这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儿走，这么还没找到就老了。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些逞强和懵懂无知的年少轻狂。一瞬间发现人生太短暂，一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，还没腾出双手拥抱自己，时光静谧走得这么匆忙。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，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刚刚懂的路该往哪儿走，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，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，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，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经由，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。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，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，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，怎么刚刚懂得世界不经由，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。好，唔该唔该唔该，好啦，咁咧就我哋咧就时间差唔多啦，就依家就收工啦，五点钟啦，咁多谢大家嘅支持，喺呢度咧就系飞仙哥哥，飞仙哥哥神奇女孩要唔要同大家打个招呼啊？哦，咁好啦，唔使打招呼啦。咁大家如果中意我同耀贤今日嘅呢个直播同埋我哋嘅打扮咧，就记得同我哋点赞啦，留言啦，同埋咧订阅我嘅频道《创业歌手袁美英》，同埋有订阅阿耀贤嘅频道。邓若贤，邓，你不如叫佢唱格格邓若贤，仲好歌。鬼都俾啊！系啊系啊系啊！仲有我哋呢个飞仙哥哥啊，飞仙哥哥你。是啊，宇宙飞仙啊，他是叫宇宙飞仙的。那么我们今天是四个人的，没有违反这个。好啦，是这样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